白天就来常来走了。嗯，上香很对对？对对，很好，很幽灵，那种幽静的感觉，然后很舒服。回到头化园区呢，是我们哦，这个就是灯会原乡北港连续两年拿到这个国际 IAA 金奖。这次呢，我们透过以这个就是永续观光哦，全部都是用这个就是LED 的这个太阳能的方式，然后用观环境的设置，把这个修复再利用的一个古迹利建，透过夜间的这一个就是这个灯光，让民众呢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资产保存之后，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想象，后续的活化，也希望结合我们在地的这一些年轻的返乡的这些业者来这边进驻。在执行的这段时间，我看到周边的邻里他们在晚上访寻这个地方的足迹变多了，时间变多了，停留的时间也变长了。我们从6月3号开始试点灯，很多路过的民众或者行经的车辆，他们缓缓的在水稻头文化园区的门口前面停下来了，他们摇下窗户说，这里怎么有一个网美景点。其实我想发现古迹有时候是从起心动念，原来这个地方在外观的形塑上可以让你停下你的脚步，去发现一个过去或许你忽略它的地方。今天呢，将这个十角水塔点亮以后呢，我们希望带动地方的一个观光休闲。那不只是这个地方，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这个景点的串联哦，包括我们活化这个北港糖厂哦，那未来的规划我们都非常如实的在进度当中。